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说话的神，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旷野的时候，你的云柱火柱就是你的话语，你的灵继续的带领你的百姓，让我们跑完当跑的路，守住当守的道，打完这个美好的仗，能够在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欢喜快乐。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向你的教会说话，给我们渴慕的心必得保住。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想到信心，为什么基督徒要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属。熟悉的经文，希伯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你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信和不信的归属天壤之别。信的永生，不信的灭亡。牧师啊，还有这种事啊？你知道吗？我去健身房，我吃健康食，我这样的努力还不保证呢、啊。多一天、两天、一年、五年，你说只要一信耶稣就得永生，不是五年、十年、五百年、五千年，是永永远远的生命，还有这种好事？信心相信耶稣真的是这样容易吗？所以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认识到圣经讲到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情。相信耶稣不是做一个决志祷告而已，我信了，我信了。相信耶稣是一辈子的尾声，是嫁给耶稣，是卖给耶稣，一辈子的跟随的事。十一章一开始一到二节，为什么要读这一些信心的见证人在旧约里面？因为这里说这些人信心的道路不是我们才开始，不是耶稣来以后才开始，自古这一些上帝的百姓在旧约时代，他们就是在走信心的道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的应许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虽然好像还没有发生，未见之事是我们的盼望，但如果我们相信，在信心里面，神的应许成为何等的真实，成为我们一生打拼的目标，我们奔跑最后的终点站。而这一些人，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载，他们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跟随上帝的道路上，留下了美好的证据。换句话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神美好的证据，神称赞正宗的，我喜欢的美好的证据。这些人在神面前得称赞，他们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不是挂在口上，不是做个决志祷告，他们是真正的教会的会有。一到七节我们上次看过，他举了四个例子，
根据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给我看到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亚伯、以诺、挪亚。今天我们来到十一章的八到二十二节，基本上的背景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亚伯拉罕蒙召开始，一直到五十章约瑟。他提到四个主要的见证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还有呢他们的儿子孙子，是不是好，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如果你不熟悉这些人物，我们主日学有两班在查创世纪啊，我们有的去读创世纪。这一段经文的结构有这样一个对称，八到十二节描述这些见证人信心的表现，你看到没有？信心是会活出来的，信心不只是我相信，信心会影响到我的言语行为，会有表现。哦，这雅各书第二章，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不得救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会活出一个信耶稣不一样的生活，跟不信的人不一样的生活。十七到二十二节都是信心的表现，而中间呢是他的解释。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这些信心表现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家乡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从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我们认识到信心的生活就是忍耐，行完神旨意。不信的时候，我说的就算，我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但我信了以后，对不起，耶稣做主了，我一生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打拼。这行完神的旨意就是信心的道路，但要忍耐，要忍耐。我会看到，等一下，这些人都要经过考验的，信心生活要有预备，考验会来到，不是会有没有，一定会来。我们看到信心是顺服神的呼召，第八节，信心是认定自己的身份，啊，信心要通过上帝的考验，信心让你最后能够胜过死亡。这些人虽然都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仍旧欢喜盼望，等候神应许最终的实现。实现中间的解释告诉我们，信心的最终的目标对象是那更美的神所预备的天上的家乡。好，我们首先到第八节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创世纪十二章这里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蒙神呼召，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的应许之地去。他去的时候，他在伊拉克蒙召，要到巴勒斯坦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个呼召是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所熟悉的偶像，过去住在乌尔，在伊拉克，各种的假神，最主要月神，你要离开你所敬拜的假神，要归向真神。这个蒙召要离开他自己所熟悉的乌尔，
当时的文明古城大城市离开他所熟悉的安纳海，要走向一个不知道是神说你去，我把那块地要赐给你，啥都没听过。巴勒斯坦地图上走去。如果就位学者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摆了四张照片，他去考古的时候来到乌尔亚伯拉罕蒙召的地方，在那个废墟的地方，把东西南北各照了一张相，相片完全一样。离开乌尔就是一片沙漠，一片旷野，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什么是他旅程的指南针，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今天你我奔跑天路，凭眼睛，天堂在哪？我们所有的就是那本圣经，是不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带领我们走，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他是我们信心的老祖宗，是不是？啊，血统上不是犹太人，但是因着信，罗马书第四章，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我们同样也蒙神的呼召。问题是我们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到神的呼召，我们就遵命出去？单单靠着圣经神的话圣灵的引导走我们人生的路，神呼召我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时候已经满足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今天你还不悔改不信福音，神应许你们来不是来这边没事干，我告诉你，我要让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要使用你们每一个人给你们圣灵的恩赐，让你们能够去完成主的大使命。今天得人的渔夫是否是我们的恩召？神要把我们分别为圣，在一个家里面有贵重的器皿，有木器瓦器卑贱的器皿，但是如果一个人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必为合乎主，这些神怎么样呼召我们老祖宗亚伯拉罕也呼召，问题是我们是否 take it seriously。 That's why to be a Christian, be a member of the CDCLC, 遵命出去，这叫信心的生活。宣教院再次谈侗族事工20多年，如果我们真的对侗族未得之民有负担，要问的是庄稼什么，工人在哪里？做宣教不能只是给钱给祷告，我们是得人的渔夫，我们必须说主啊，侗族需要你的教诲，需要你的福音。但主说庄稼熟了，但做工的人少，工人在哪？10多年前在费城神学院的时候，给学生做见证，这一位
在费城郊区有房有车有孩子有船 very successful middle class。 按结果护照来到，要他离开费城去加拿大 Toronto 旁边的 Hamilton 一个二三十人的小教会，叫他去牧羊。五年以后在那边还是二三十个人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还是不知道神为什么带他整个家五个孩子摆下一切的工作收入去那边牧会，他就是遵命出去。去年我去母亲的一年以后的追思，在那边跟这里的弟兄姐妹分享，他说呢，在过去十多年 Hamilton 就是在 Toronto 西南部的那一块地方是中国人移民潮的中心，多伦多满了，过去十多年大批的中国人涌进多伦多附近，不再能够留在多伦多，都搬到 Hamilton 另外呢 Mississauga 这一片啊，整个都是中国的新移民。或许神已经看见那里福音的需要，呼召他去那边收割神的国家。不是，是我们需要兴起工人啊，让西安团契的好好祷告，我们拆开年轻人，是不是？你要了解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几岁呀？可不是西安团契的年人，75岁了。感谢主，我们中间超过75岁的不太多啊，每一个都有机会，都必须要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新的一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75他活到175了，他100年跟随主，了解吗？我们求主说，主，我们如果真的是用宣教，不管是在近处的在远方，必须有功名。主，你是庄稼的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也许你要不要留在这里，到哪里去？但我要学习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很奇怪，9到10节，亚伯拉罕到了应许之地，你去读呢，他也没有买房子、买车子、找工作定居下。这里说呢，到了那边人就住在帐篷里面，好像一个外地人，不是在那边的定居者，他的儿子、孙子那一半、那一代都一样，以撒、雅各。为什么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不在那边安居乐业？13节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客人的，是寄居的，不是定居者，是过路客。为什么？10节说，因为他们之中等候的，他们的盼望，他们信心的最后的对象，是神所经营那个有根基的上帝之神。有根基的意思是什么？不怕地震的，有根有基的，啊，加州就是希望有这样的城，是不是？这也是在12章之中会来到，就是你谈到神给我们，不是地上的 Anaheim，Los Angeles， 好是好，不够好，
根基在沙土，地震来了不得了，而是不能震动的啊！天上的西安山，永生神的神邸，不是地上的。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没有圣经，但他们可懂神的意思了，是不是？哦，他们知道应许之地，这迦南美地，只不过是预表，不是实体。他们在等候的是神所经营的将来的，所以他们在世上做客、做寄居，不做定居者，不把财宝留在地上。为什么他们这样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从神的启示里面知道呢，迦南地。应许之地只是暂时的，只是一个样板图案。为什么？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你的儿女啊，可不得了啊，不是一个两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如果只是应许之地，那么挤死人啊，全部挤在应许之地。一定是超越这个应许之地啊！到十七章创世纪，神说：“你不但的子孙啊，满满的，而且这些子孙都不得了啊，都是王子，都是公主啊！那个迦南地只一王一地一国就够了，万国万，是不是？啊，迦南地一定不是最终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我在等候那天上有根基之城，看到吗？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到罗马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来要承受应许之地，是不是这样讲？不，承受整个世界的新天新地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百姓，你信耶稣啊，得永生啊。是要承受将来的世界，了解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知道自己在这世上是做客的，是过路客，不是定居者。他们不是到了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应当更清楚。耶稣说。CBCOC 的会友，你们活在安纳海，活在美国，但你们却不属美国，不属这地上，你们跟这世上不信主的人不一样，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把你们从世界救出来。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身份在天上，有美国公民，中国公民，不错，但不够，不够好。五千年以后，这些身份没有了。但是，做教会的，真会，你这个天国的身份，你这个 passport， 是否来的？天上的光，要活着像天上。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基本上对教会、对弟兄姐妹说：“你们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你们在这世上客旅寄居的，别当真了，了解吗？别成为定居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定居者呢？还是过路客？”看你怎么用时间，看你怎么用金钱，看你人生的目标。做客旅或寄居的，使徒彼得说，成为基督徒是进入征战，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恨你，因为他先恨你的耶稣，要跟你对着干。
所以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与世界不信的世界，要与魔鬼撒旦如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在与你的肉体，这是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坏习惯、老习惯、老人还在那儿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所以要自欺死、自死救人，穿上新人，这是新年的新目标。什么？辞旧岁、辞旧人、辞旧什么？旧事，穿新人，穿，了解吗？这是基督徒做客旅，今天基本上。我是在享福，喝茶看报，翘二郎腿，等候主再来，还是我在那边挣扎成圣？做客旅和寄居的，是警醒祷告，免得误人迷惑，不知不觉被这世界夺去了。你知道，在所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北美的环境里，教会更要警醒啊！我忘了我们的身份，信的耶稣，五灾一病，一帆风顺，多子多孙，金玉满堂。这不是真的福音，这是水牛福音，骗人的。耶稣说你们在此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嗯、什么是信心生活？顺服神的呼召，认定自己的身份，我是属天上，信了耶稣以后跟这世界一样。信心会面对考验，这在十一到十二节、十七到十九节提到亚伯拉罕的入学考试和他的毕业考试。入学考试熟悉吗？他生这个宝贝儿子啊，他跟他的老夫老妻100岁、99岁了，不能生啊！神说你要给你，哎呀，以斯玛利错了，哎呀，我们家里人不对。No， 神说，从一刹那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啊，还帮上帝忙啊？你熟悉，看到亚伯拉罕、撒拉啊，帮上帝忙，越帮越忙啊。但最后他们抓住神所应许，神说的他一定做，就好像已死的人不能生的竟然生了以撒，从以撒生了雷姆，在星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通过了，感谢主。但不结束啊，亚伯拉罕的一生22章信心考验的过程，就是把你所爱的、我所给你的应许之子以撒献给我，后被试炼，亚伯拉罕信心没有动摇啊！你记得他和以撒上亚摩利山。告诉山下的仆人说：“我们去，还要回来。我的儿子一定会回来。虽然神说要把他杀了，献祭，他相信，如果神说要透过以撒带来多子多孙的福气，就算以撒被杀了。”神也能够最后叫他做师父，看到没有？这是胜过死亡的信心。那么希伯来书解释说，他也仿佛啊，真的从死中
得回了他的儿子以撒。这是一个预表，将来千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山哥哥拉，神真的把他的儿子献上，死了。但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们是在考验的时候，亚伯拉、撒拉是因着他们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他们能够胜过这些考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这一代新的在旷野的百姓，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各样的考验，无非是人所能承受。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今天走这条路走不下去，神是信实的，知道没有？同样问上帝说话的上帝，必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今天你是否在这条跟随耶稣的路上，也是有这样的考验？觉得太大了，走不下去。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人都认为我大概是发疯，到了美国来，生活太孤单，跑去信个耶稣，搞迷信。所以后来我接到电话，妈妈在台湾最近住到龙洞，父亲打电话来说，如果你还信耶稣，妈妈死了，气死在床上，你就背不孝子罪名，大街打电话来。那时候压力，刚刚信耶稣，压力很大，怎么办？挂着不孝子的名，这个求主帮助。就那时候心中有一个十分的笃定，不知道死，妈妈的病并不会至于死。跟爸爸讲，跟大姐讲，妈妈的病不会死的，我为她祷告。一个礼拜之后出院了，哈利路亚。我三姐得病怀了孕，医生护士说，我怀下去一命不保，你没有办法怀孕的，堕胎吧，堕胎吧。求主帮助，就是祷告。孩子是神赐的，神保守。如今这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都会受到不同的考验。在那个关卡上，我们是否继续的信靠神的话，信靠他的应许，在他其中难成的事，他的恩典够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神把约伯和他的妻子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熟悉旧约，约伯的考验，何等大的考验！约伯，你还持守你的信仰、你的纯正吗？你信上帝带给你什么？天灾人祸，全身是病。你还信？还信？那就要通过考验，靠着信心。最后，我们看到20-22节，当他提到以撒、雅各、约瑟的时候，都是提到他们信心道路。走到人生的终点，他们抓住神的应许，虽然那时候他们肉眼看不见这个应许的实现。以撒因着信为将来的事给雅各一扫祝福，同样的，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人就扶着杖敬拜神，承认自己是个无名的客旅寄居的，
给他的后代，约瑟的后代来祝福。约瑟迎着信，临终时候交代发预言，你们住在埃及，有一天神会把你带回到应许之地。你们今天在埃及，世界在埃及，但最后神必会带你们到那应许之地。到时候别忘了我啊！我在坟墓里面，你们把骨头挖出来，带回应许之地。你看，约瑟，创世纪里面最成功的，做了埃及的第二把交椅。宰相，但他的心却不在埃及，仍旧在神的应许之地。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成就忘记了我们真正的身份。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最后所关心的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你希望在你追思礼拜的时候人上台讲什么想想我只多顺希望你在你的追思礼拜最后诉说的是地上的财宝还是这种天上的财宝为你而活为你的追思礼拜现在投资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神的这样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会赏赐这样的人他们至死的忠心神会纪念神怎么赏赐这个就是十三到十六节在解释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作者所提到的这些人是存着信心而死没有得到说应许的他们等候然后说呢这样的人神确实为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心最后会落空的神确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防震永远的城神的奖赏对我们走信心道路知道说神的预备是真实的至终我们的信仰不会落空神却使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呢这样的人是神所看重的神所抬举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为光God is proudTo be their God. 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为什么称这位上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以为耻他们尊重神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despise me, I will despise. 所以当
信心的路。神也乐意被称为西安的城，东去的神，唐兴的神，西去南去恶去的神，神也不以为耻。Mary 的神，老张的神，哦，张超的神， Robert 的神，当我们信靠这位上帝，神乐意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名按在我们的身上，说这个是正宗的信神人，了解吗？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进来享受你主人的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是信心的生活，顺服神的呼召，认定自己是属天的百姓，通过神的考验，靠着信心，最后胜过死亡的威胁，最后的谢幕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永恒的城。有时候我们读旧约，读这个信心的见证，还有我怎么能够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 super cushion 啊，是在望尘莫及的。不过你如果真的去读创世纪啊，这些人像什么？他们问题多多啊！你去读创世纪 ，the very good material for the survivor 啊，家庭里面的问题，个人的信心的软弱，神就是拣选这样子软弱的人，彰显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他们信心多大，他们能力多强。今天你我能够走完这信心的道路，最后夸口了，向着主夸口，了解吗？金根牧师在他一生里面走着信心的道路，面对种族的歧视威胁，常常走到一个地步，他走不下去。在走不下去的时候，他去找一个黑人歌星，你唱这首诗，唱这首诗，让我再一次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的挺立起来。亲爱主，你自己唱，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孤愁，经风暴，我黑夜，求你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老路睡寂寥，竹林静。为忧伤，我暂时快打完，没那主张。听我求，听我祷，搀我手，放跌倒。亲爱主，牵我手。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高
天人就为我们代求，他应许不会离开我们父的边际，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他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各样的需要放在你的面前，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基督的能力会复辟，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朋友早日的在那能够出师入圣，信靠耶稣，走这条真正永生蒙福之路，实行成就，做成你的善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